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行程播报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路线团号系 DH21696， 带大家去玩全球最大海洋主题公园，食双鸡宴，住五星酒店。海洋王国拥有八大主题区域，每日接待游客量可高达50,000人。在这里精心设置了10个珍稀动物展馆、9项动感游乐设施、3个大型剧场表演、19个特色餐饮、多个主题商场、售卖亭以及花车巡游、中心湖表演等其他户外表演节目。红葱头林鸡饲养鸡主料，再配有自榨健康嘅花生油，农家红葱头为配料，经师傅精心卤制而成，特点皮脆肉滑，葱香味足。珠海长期酒店按国际5星级标准，并以欧陆经典风格建筑设计，建筑体采用钢混结构，外立面全部敷设花岗岩，整体气势奢华高贵。澳门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，为港府文系的兴盛地之一，是一个自由港，都是世界四大赌城之一。体验澳门游乐场所的乐趣，感受古老的澳门建筑，机会难得，快点来大航假期报名啦！在这里我们大航假期祝大家旅途愉快，拜拜。